风向似乎也不错。我们实行计划的时候到了。啊，一定要把传到了忍术学员的那本惊人的重要的秘籍弄到手，了了我的心愿。孩子的爸好极了。那就赶快放风筝吧。孩子的爸，你给我好好看。藏在什么地方了？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传到了忍术学院的惊人的重要的秘籍，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我找到了，这正是我要找的，传到了忍术学院的惊人的重要的秘籍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这么容易就被我找到了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哎呀，快走！那我就不客气的拿走了。好疼啊！别叫我的可爱的屁股上留下了清晰的牙齿印子。黑马，你这可恨的家伙！看见？哎，倒是一个挺机灵的家伙。你到底在哪？你给我出来！黑马，孩子他妈，看，终于把秘籍弄到手了，办成了。孩子他爸，咱们走。哎，等我一下。早上好。黑木黑木怎么不在呀？多亏了黑木黑木的鼾声，我在柜子里睡着了。不过黑木黑木的鼾声也是太够呛了。传到学校的忍术秘籍不见了。哪去了？在什么地方？不见了。黑木黑木啊，黑木黑木，你在哪？你到哪去了？黑木黑木。太好了，孩子吧。有了这本忍术秘籍，就可以开新的忍术学校了。就是啊，建立了新的忍术学校，我们可以收高额的学费，然后存大钱，这不是我们夫妻俩的梦想吗？孩子他妈，孩子长大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快醒醒，快醒醒。黑木黑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黑木。啊，你发现了个小偷吧？黑木，你去追了他。黑木，有什么东西打你一下？黑木，你就失去知觉了。为什么这么笨？为什么一个人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不叫醒我？黑姆的叫了很多遍了。黑姆，什么？你黑姆的叫法是我教你的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你以为这样能叫醒我吗？黑姆，如果是狗就应该汪汪的叫来叫醒我。你就是想一个人去迎战去立功，我最讨厌你这种脾气了。黑姆，如果你不学会汪汪的叫，我跟你绝交了。黑姆，要是性命未定，一定会要很长时间的。那家伙只有抢厕所的时候才是最快的。嗨，新兵卫，快点！别推我了。怎么了？